最重要的是以负责任的态度互联网的治理。Hello, my name is Jonathan Charles. I'm the managing. 大家好，我叫 Jonathan Charles， 我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传播总监。过去多年，作为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节目主播，我有机会亲自参加几届IGF 的论坛。现在我们参与高级别领导的闭幕会议，我们有荣幸参与各种的会议。我也是，正是我们看到在刚才的视频中，互联网从来没有像现在那么重要。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中，我们将介绍未来能遇到什么样的趋势。接下来是两个非常精彩的圆桌会议。在闭幕会议上，我非常欢迎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It is a pleasure to address this. 我非常高兴能在闭幕会议向各位发言。从疫情爆发之后，我们更能看到如何重要的是转型和互联网。我们能看到我们需要加强 IGF 的论坛。今年给我们更多的证据有关互联网连接的好处，帮助我们的卫生系统、教育和生活改善，也是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鸿沟，很多人无法得到与数字服务的连接，有许多人群无法进行教育、工作，不能进行日常的生活。大概有5亿学生受到了学校停课的影响，还有很多人群，比如说少女，可能永远都回不到学校。互联网的在现在失去了与互联网的连接，有许多人受到各种压迫的威胁。所以我们要考虑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歧视也是包括数字歧视的现象，以及互联网碎片化的危险都存在。我们准备了面对未来的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案，包括卫生的工作以及人人平等。我非常高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弥补数字的鸿沟，向数字的服务，向这些边缘化的人群提供，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的人群，包容性的尝试应该作为我们互联网扩大的以及数据的治理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考虑如何最好的方式使用数据，如何创造一些政治上的框架，让进一步发展改善可持续的发展。代表不同的社群、政府、国家、公民社会以及学界都与联合国密切的合作，来实现我们的线路图的目标，包括弥补数字鸿沟、数字的包容、互联网的联通以及公民社会。我们一起努力从疫情这个恢复的过程中支持数字技术，使用互联网的潜力，让所有的人的给予平等。我呼吁所有的国家政府保证与所有的人们提供安全的互联网的连接。上个两周对我们非常重要，帮助我们在数字的互联网地图上的各个部分连接起来。我们还需要关注决策的过程，为了加强 IGF 论坛在数字的框架的作用。
我们在会议上看到了一些需要改善的领域，比如说需要提高论坛的作用，需要推广一些有多方面的利益相关者参与，为了达到不同的目标。我们的线路图包括几个行动，我想说出其中的几个关键作用的目标。我想使本论坛提高其重要性，我们需要有一些名声大的专家来发言，在这里聚会，分享信息，也建造共同的标准和规则。非常恭喜大家在过去所进行的论坛交流，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秘书长。安东尼奥和古特雷斯的发言，正如他已经提到，我们面前有精彩的讨论。现在要先要看一个视频，我们了解一下在本论坛上主要的信息和主意。Zoe Pofada Gwadzia. We are leaving our majority behind. Solutions.我们需要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将帮助我们弥补数字鸿沟。为了这些数字的解决方案能有现在没有与互联网连接的人群，我们的目标是达到互联网的联通。现在这个目标还没有实现，36亿的人口到现在还没有获得互联网的连接。Słyszymy oddech zapewne moderatora albo osoby obsługującej materiał wideo.
把钱好像出现了音频的问题，刚才播放的视频可以在我们网站看到，可以随时访问。那我们现在要开始圆桌会议第一个会议，我们将集中在现在的互联网状况，是否互联网已准备好为应对疫情后的恢复。邀请所有的参与者开摄像头和麦克风。先向 Carlos Morida Ahmedin Ahmed Maxim Parshin 来自俄罗斯联邦数字发展传播和大众媒体副部长，欢迎 Krzysztof Schubert 波兰总理府副部长，政府网络安全全代表 Vera Song 联合国秘书副秘书长兼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还有 Henriette Esterhuizen Mark 战略与加强工作组联合主席联合主持人。我想从这样开始，明年波兰将作为IGF 论坛的主办国家。我想从这些三个国家的代表人开始。Krzysztof Schubert 来自波兰，我们最近能听到有些有关趋势和发展的方向。您觉得IGF 论坛应该集中在哪一方面？大家好。对我来说，作为过去的 MAC 成员，我非常荣幸能与各位在一起。我先来说几句有关刚才提到的问题。冠状病毒的爆发很明显地让我们看到，数字技术对政府、对企业、对人生的影响，也很明显我们看到一些创新的技术、数字技术在疫情期间应对了我们所出现的需要。这个情况加速了我们一些发展趋势，这是我们过去的几个月中的一些经验。我们现在已经改变了优先事项，为了能实际支持数字的解决方案，也改变了我们的政策，这也是我们波兰国家的经验。回到你提出的问题，互联网是否已准备好进行疫情后的恢复，我觉得是，这是最好的恢复计划。数字的解决方案基于互联网的解决方案，让很多人们继续完成工作。互联网的战略性的价值已经得到了证明。还有远程的教育也给我们看到了，先进的数字基础设施是具有战略性的作用。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保证网络的安全，还需要保证所加工的数据和安全性。我们也需要走向数字的教育和远程教育的这个方向。在创造数字的社会这个过程中，安全的互联网、透明的互联网以及有这个可信任的互联网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前面的还需要更多的合作进行国际的项目，比如说在我们中东欧洲地区用不同的模式进行共同的项目，比如说在那个三个海的这个倡议范围内。这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缺少一些资本，对小型中小企业会造成一些挑战。大部分的创新都是在数字行业中出现的。我们现在前面还有很多工作，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找到答案，在明年还有未来的论坛。非常感谢。现在我想一会儿会再提出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互联网的重要性的提高，这是非常关键的，在恢复的时候，您觉得这个意义在何处？我能看到的，我从我们欧洲经验能看到的，很多政府已经意识到了数字技术的重要性，他们不断在进行数字的转型，现在已经做他们政策的重要的部分。
这是很重要的，考虑到我们疫情的发展趋势。我们要将集中在数字技术，这些数字技术对经济的作用，也不仅包括数字经济，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济的行业，实际上已经感受到了数字转型的一些结果。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话题，我们明年在波兰举办论坛的时候可以进一步讨论。投资基金会以及经济的因素的重要性很大，没有投资我们就不会达到数字的转型。非常感谢Krzysztof Schubert先生。现在有请下一个主办国家，是来自ICIABIA的Ahmedin Ahmed 博士。我想问您同样的问题，您能看到互联网的地位现在是什么样的地位？非常感谢 Jonathan。 我想用这个机会以自己的名义还有ICIABIA的名义感谢我们有机会参与IGF 论坛。正如跟其他的世界地区一样，我们知道如何重要的是互联网，特别是在冠状病毒爆发以后。我们现在有声音质量问题，请你关闭摄像头以改善声音的质量。在未来，我希望我们能延续这个效果。我们要集中在用户的基础设施。我们说基础设施要关注各种门、转换器、快速度，要降低成本，要保证所有的用户能获得互联网的连接。我们也要关注提供一些地区的数据的数据中心。我们还得跟踪进行数字的跟踪，因为冠状病毒的疫情影响到了，正如刚才已经上一次发言者已经提到了，在我们国家各种倡议内已经包括了这个因素。我们想提供保证成本低的设备。我们还推广网上的付款技术，也得用这样的解决方案。从政策的角度来看，在最开始，这些政策框架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并且提高互联网的覆盖率，从而改善可持续性。政府要集中在提高教育的质量以及可实用的系统，帮助学生和大学生达到他们的教育目标。为了改变这些国家目前的状态，使用互联网的技术进行发展，可以大幅度提高人口的生活质量。我们还要关注其他的行业，比如说数据库、物联网以及人权，这也是跟高端技术有关。非常感谢，现在声音听得见。那现在我们继续2025年这个 IGF 会举办在俄罗斯，所以现在我们请 Maxim Barshin， 他是俄罗斯联邦数字发展通讯和大众媒体部副部长。那你如何看待那些我 Internet 发展的前景？非常高兴我参加今天的 IGF。 目前的状况让我们面临一些新的挑战，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所有的活动在网络进行。
我们现在在我们国家。 正在努力保证给所有的老百姓，就是有网络的接入，网络变成了我们最重要的生活活动的一个基本的基础。同时，新的现实和加速的电子化，让我们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尤其是这个网络安全的问题，还有。 个人安全信息，保护，还有这些假新闻，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目前的这个网络治理，它是否以足够的方式让我们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我觉得这方面的合作必须要变质。 相互尊敬、人权和国家主权的尊敬。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准备一个全球的文件，而且在这个文件，我们必须要决定政府、公司、老百姓所必须要采取的一些行动，而且我们必须要同时。 打击这些假新闻的传发，这对网络的发展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联合国的框架之内，我们必须要考虑一些单位，负责这个业务。我觉得这个国际通讯组织也可以发挥这个作用。 我们建议集中在准备一些专门的机制，来让我们的决定变成一个现实，而且不会是一些理论上的决定。现在我想说，我们从联合国已经收到了一个正式的确认。 所以在2025年我们会举办一个周年的网络治理论坛，所以这个对我们是非常大的荣幸，我再次想表示谢意，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部长，大家都知道我们有现实的每个语言的翻译，所以大家可以使用。那现在我们继续，我们到拉美，现在我们请Carlos Molina 先生，他是这个 Puerto Rico 的 Costa Rica 的一个部长，所以现在我想问你，你如何看待你们国家甚至拉美所面临的挑战？ 大家好，我很高兴能够参与今天的活动。我在这里要想提出指点三个事情，第一个是教育，第二个是工作，第三个是医疗制度。所以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网络接入率和这个。 失业率有明显的关系，所以因为我们的这个网络的接入率提高了，同时我们的失业率减少了，但是如果我们谈教育，国立和私立的教育，这个也非常受到网络的影响，因为目前。 这个网络允许很多人接受教育，如果我们谈这个男生和女生之间的这个鸿沟，那这个网络也可以支持就是减少鸿沟的这个工作的。我们最近今年的报告显示，这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就是教育的。 的介入，它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就是网络，
所以我觉得目前我们还没有完全使用我们的潜力，因为这个目前这个经济被封锁，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不管是工作、教育还是医疗制度，对这三个网络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我觉得在全世界这个数字鸿沟它是越来越大，我们必须要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市场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工作。我们都知道数字转型它是不可扭转的一个趋势，所以我觉得每个国家应该至少投GDP 的1%。 的钱去进行这个电子转型，这个不只是这个网络基础设施，也是涉及到什么手机、电脑等等等这方面的投资。所以我所提到的三个方面，工作、教育和这个医疗，目前非常非常取决于网络，所以如果我们想落实。 2030一长的条款呢，我们必须要加强工作。拉美在这个框架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地区，这里有很多不同的国家，在一些国家他们达到80%或者75%。 的网络的线路，但是还有很多像比如说印度的这样的或者中国这样的国家，他们的网络的接入也没有那么普遍的，所以我们希望如果我们能够完成我们的这个议程的条款呢，我们在这方面会有什么成功？非常感谢，现在我想请 Vera Songwe， 她是联合国的副秘书长。 也是这个非洲经济委员会的副秘书长。那非洲咱们目前面临一些非常特殊的挑战，那你可以给我们描述这些挑战吗？OK， 大家好，我非常高兴，我今天能够参与这个 IGF， 我今天已经听到了比较多这方面的信息。如果我们谈非洲，这里有两个主题，我们作为这个经济委员会，我们主要集中在就是推广网络接入身上。在非洲不是每个地方都有，但是如果一个地方有这个网络接入，费用太大。 所以有非常多家庭，他们没办法，就是接入不起这个网络。还有第二件事，就是这个网络的速度。我们今天在这个论坛，我们看到了这个线上，如果你上什么非洲的一个网络，那这个会带你2-3分钟。 所以，如果你看美国的网站，那即使几秒钟就行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集中在这些问题身上。但是，这边还有一些比较恐怖的数据。实际上，非洲人口的30%或者1/3他们的人口，他们没有什么网络的身份。 所以尽管他们有什么网络的接入方式，那他们还是没，还是不用网络，或者他们不知道怎么用网络。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网络的接入能够被推广。当然，有一些目前有网络的人，他们是可以，但是那些到现在没有网络接入的人，他们会越来越难得到这个接入。当然，有一些家庭他们有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可以使用网络，但是在有一些家庭，连一个人都不能使用这个网络。所以非洲在这方面是比较糟糕的，还有拉美在网络方面是比较糟糕的。但是我觉得未来几年这个。
专款会更好。我们作为这个经济委员会，我们举办了一个就是一个发展培训中心，所以我们在这个培训中心，我们多次强调，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这个政策方面的基础，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方面加强合作的，而且这就是我想所说的内容，谢谢大家。那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请你提一个理由，为什么非洲就是非洲的问题的来源就是投资，那你觉得这些投资是从哪儿来的，是可以从哪儿来的啊？谢谢这个问题。我们最近几个月之前，我们提供了一个讨论会，那关于 AI 的讨论会，所以我们现在决定，在这个就是在非洲经营的这方面的公司，我们想把他们集中在一个平台，我们想给这些公司介绍，就是网络基础设施发展是多么合算的，他们通过这个方式可以有更多的客户，所以我们想给他们教这件事，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的工作，很多公司他们可以决定进入非洲去做，所以私立公司他们必须要懂得，如果他们做这方面的投资，他们会赚更多的钱。所以在非洲这些私立公司有非常大的发展前景。当然我们需要就是外面国外组织者的支持，但是如果我们看肯尼亚，那这个网络就是网络行业的这个经营的状况是比较好的，所以我希望这些公司可以利用这个，而且我们希望未来很近的时间，我们会有10个国家之内有 5G 的这个通讯，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完成这个，那越来越多国家会参与，但是这个都取决于政策环境和这个资金的费用。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从这个欧洲的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是角度来看，这些都非常有意思，在很多国家可以实现，这些投资商可以给其他的方看到他们能得到什么样的利益。现在有请互联网在 IGF 在互联网治理还能做到什么？非常感谢，我想用此机会表示感谢所有参与加入 IGF 论坛的人员，从而 IGF 能取得这么瞩目的成就。我感谢波兰、俄罗斯等其他的国家作为将来 IGF 论坛的主办国家。我们需要有一个强烈的意识，我们不是一个隔离的空间，在互联网所看到的不平衡是实践世界中的所存在的不平等和不平衡，那互联网的力量给我们一些工具征求我们的权益，但是也有一些工具可以使用为给其他的人造成危害，那最后互联网不能处于碎片化的状态，我们不能在互联网中解决互联网的问题，我们需要勇敢的行动，我们要意识到一些真正的挑战，还有看法的区别，对大平台上的规矩应该跟其他的方面的规定应该不一样，那么我需要以这个包容的态度来工作，
IGF 论坛必须保持包容性，必须有包括各种的语言、各种能力、各种的技能和看法，来包括。我们还需要加入其他的决策者，以及政府，还有一些地区的组织，从事有关互联网的政策。随着互联网的普遍性，会有更多的机构，可能需要推出像这样的政策，他们也需要加入 IGF 的论坛。我们需要考虑到他们的声音、他们的看法，加入我们在 IGF 论坛的讨论中。IGF 也需要加强自己的体制，需要演化，需要发展。并且建造与联合国等其他的组织的合作关系。那与此同时，我还需要IGF 论坛不应该失去其本性。它即便是跟联合国合作，但是还是独立的一个运营的一个论坛。有很多人投入自己的时间来做出贡献，所以。在发展 IGF 论坛的同时，在我们实现线路图，我们还需要保持这个低层的性能，同时加强 IGF 作为与其他的世界各地的政府合作的一个组织。非常感谢，我觉得。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我还记得未来的几年中，好像是在2008年，是2008年。我的记忆力还不错。接下来的后来的一些会议，我们已经见证到了论坛是如何的发展，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证据。我们是我们这个多方面的看法的作用。现在我们要赚到承诺，我想请我们所有的参与者用这句话做，以自己的名义或者他们代表的组织，对未来有关整个领域的发展做一些承诺。那我从Krzysztof Schubert开始，你要做的承诺是什么？我想从我们主要是。参与这个是了解明年在卡托维兹举办的 IGF 论坛。我还想说几句有关IGF 论坛的理念，我们对明年的论坛安排了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看法。这个是很好的机会来提出一些看法，我们也期待各位的建议。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青少年、青年人群提出他们的建议、他们的看法、他们面临的条件，比如说教育、就业问题，以及疫情对他们的影响，这个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我们还需要再进一步扩大已经所有的积累的很好的经验，也想提高议会成员的代表性。我们想继续这个很好的实践与其他的组织合作。我们还希望能加入2022的IGF 论坛主办国家埃塞俄比亚参与与我们主办的论坛，为了能在更远的未来中继续我们的努力。我想环境的问题，特别是在数字转型时代中，这个话题也应该进一步讨论，特别是在至今在 IGF 论坛还没有经常提到的一个方面，这也是我想强调的。最后我们还在考虑将加入新的社群，加入IGF 论坛。比如说，我们想建议更广泛的，让更广泛的游戏产业程序编程行业的成员加入我们的论坛。波兰现在也是这个游戏行业的重要的中心，所以这个想法应该是很不错的。还有一个，
有关疫情结束后的经济恢复，使用数字技术 来进行重建，这也应该是很好很有意思的话题。这是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未来的计划，希望大家都能明年在波兰见面，是我们希望能亲自见面。现在我们转到Ahmedin Ahmed 博士，来自埃塞俄比亚，你要做的承诺是什么？非常感谢 Jonathan。正如已经提到，我们有很多挑战在未来要面临，我们需要解决方案，包括国际合作的层次。埃塞俄比亚已经积极参与这些合作，我们希望能在下届的论坛继续，还有一些地区的行动，比如说在整个非洲降低使用互联网连接的成本。那要说具体的国家，比如埃塞俄比亚，我们的政府已经制定了一个数字发展的政策计划，我们将在2022年作为 IGF 论坛的主办国家，当时我们已经会在这个落实这个政策的阶段中，我们希望能解决大部分在疫情期间特别明显的问题，主要是说通讯网络和这个基础设施的私营化，还有手机的市场，让使用这些手机的成本再进一步降低，还有提高互联网设施的覆盖率，提高数据库的访问能力，还再进一步发展数字经济。埃塞俄比亚正在推行一些有关这些数字技术的方案，这是我认为这是我们的贡献，涉及到再进一步扩大电子商务，比如说有关初创企业的这个新的政策会进一步帮助这些企业发展，还有改善创新和在数字空间中的经营企业的规则。我们此外与此同时还需要改善供应电力的设施，我们希望能在2022年 IGF 论坛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政府已经做很大的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水利和能源，这是现在政府非常关注的方面，还有太阳能源、地热能源，不仅在埃塞俄比亚，在2022年我们都会一起会议，非常感谢博士。现在有请 Maxim Pershin 来自俄罗斯联邦，恳请您提出你要做的承诺。Panie Maksymie, czy tam pan jest? Czy jest pan? Maksym się jeszcze nie zajmę.好像现在不在，那我们转到 Carlos Malina 先生，来自哥斯达黎加，请您的承诺。以我的国家哥斯达黎加的名义，我想做出一个承诺。我们是一个小国家，但是有很大的梦想，还有很大的事业。我们领土25%是国家公园，我们的能源资源都是天然的、绿色的。在明年，我们将庆祝我们国家的200周年。我们在此承诺将创造
教育网络，为了庆祝我们国家成立的200周年，为了保证所有的学生还有大学的学生能获得互联网的连接，为了不让任何人掉队，这是我们最大的承诺。因为如果大家都能使用互联网的技术和服务，这是一个能允许我们实现其他的目标的必要条件。非常感谢 Carlos Molina。现在有请 Vera Songwe。那我要做三个承诺，第一个是要说到这个非洲的通讯平台，我们已经识别了700万设备，在非洲使用的设备，希望通过这样能再进一步加快身份识别的系统。这个平台已经开始运行，希望能帮助我们解决身份识别的问题。第二个事情是要解决所有的性别上的鸿沟，我们希望少女妇女也能在这个 IT 行业中受到教育，能作为应用程序的制作者。我们也要尽可能把这些新的想法来自非洲新的想法能受到足够的保护。我们按照这个方向来工作，要让所有的创新，因为非洲是想使用技术，也想创造技术，我们需要把这个创新给予保护，来保护这些来自非洲的创新理念。谢谢 Jonathan， 我觉得我们的承诺是跟 IGF 的社区进行密切的合作，然后加强这个议会讨论会的这个路途，而且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就是答应秘书长的路线图所提出的这个加强 IGF， 就是说让它能够大幅度变成更好的平台。还有加强跟其他机构的合作关系，而且发展这些动态联盟，让他们能够变成更有效的，而且最终让我们保留 IGF 的公开的这个特色，就是我们不能失去这个特征。而且我们必须要让它就是持续作为一个安全的平台。非常感谢。我们还有一个资源的承诺，就是 Ryoto Takeda 的一个承诺，他是日本的一个代表。女士们、先生们，我觉得今天我能够参加这个 IGF 的论坛，感觉非常荣幸。首先，我想感谢办公室和所有的咨询团队举办这个第一个线上的网络治理论坛。所以我们目前位于一个危机，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成功举办这个会议。我们都看到在这个大流行的时期当中，网络的角色重复被确认，甚至是在这个经济危机的时候，网络正在团结我们的全球老百姓，而且促进我们的共同的发展。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网络接入它是一个允许参与现代生活的一个因素，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保证全世界的人口都能够连接
连接到网络，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常态的必不可少的独元素。我觉得网络对经济的角色还有覆盖性还有这个信任安全，这是最关键的词。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如何我们能如何能够一起保证这些目标被落实起来。我们必须要共同考虑我们如何能够达成这个自由的数据交流。所以这就是我们举办这个自由网络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 IGF 它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而且在这个框架之内，秘书长他的意见就是说，构建一个 IGF Plus 的一个平台或者论坛，就是让 IGF 变成一个更强的工具。所以我们都支持这个做法。但我们觉得网络它不能作为一个从上面治理的一个工具，它必须是从下而治理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有很多企业、很多政府、很多单位一起参加这个治理的工作。而且我们觉得只有在所有的参与方一起努力工作，相互学习，我们才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在2023年会就作为这个 IGF 的主办方，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好，谢谢。非常感谢这个你们发送的这个短片，现在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发言者参与我们的论坛的一个部分。现在我们现在开始第二个部分。在第二个部分我们要谈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电子世界更好的合作来面临目前的挑战。那现在我们的的发言者，其中有这个有 Maria del Pilar Garrido 女士、Ahmed Ahmed 博士，还有Valery Yega 女士，那是吉尼亚的 Mats Granit GSMA 总干事 Goran Marbi 先生，他是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首席执行，还有谷歌的 Vincent 先生，还有Fabulico Hochschild。那现在我想问 Fabulico Hochschild， 那我想问你，我们如何能够保证IGF 它保留它的角色？非常感谢。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共同商量我们目前面临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挑战。最近几天我听了很多有意思的发言，但是我觉得一个重要我听到的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速度的鸿沟。因为目前我们所面临的状况就是网络它是非常普及的一个的技术，而且最近二十几年我们全球的50%的人口他们经过了非常大的变化，真的从来没有发生过。在世界上很多公司的他们在推广网络的使用，但是很多政府都目前都面临就是那些治理的问题。有一些单位他们提出治理是一个自由的敌人，
所以按照我们的普通的普遍的一些的一些就现在在网络我们看我们面临非常多非常多不好的状况，比如说人权侵犯，还有这个孩子虐待，或者其他的不好的状况，但是在这个同步我们还有一些非常多的利益，所以我觉得 IGF 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让我们在全球能够在一样的速度进行发展，所以 IGF 的重要的角色就是这个，而且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在这方面再下功夫，所以我觉得 IGF 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进步，我们在推广这个包容的态度，尤其是回击那个南球的人口，但是我觉得这个治理方面的工作还是必须要做的，当然这个治理可以是从下面进行的，不是从上面进行的，但是这些从下面进行的治理之外，我们还必须要有一些强的领导人，这个秘书长他多次强调了这个，但是我们也觉得我们需要更稳定的一个投资来源，而且更大的潜力，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逐步就是离开这个事件性的态度，而且我们必须要使用这个流程性的态度，因为网络它是非常流动的，所以我们不能每年开一次会议，而我们必须要把我们工作看为一个过程。非常感谢 Fabrizio， 这是很重要的看法，有关这个就是变化的速度，这是很好的一个承诺，我很喜欢您刚才提到的对比，非常感谢参与了我们的会议。现在转到 Thomas Hendrik Ilves 先生，我们刚才从联合国的代表已经听到了，您的感受在这有关这个 IGF 论坛上，我们还应该做什么？感谢。首先我表示很高兴联合国组织了互联网治理论坛，但是这应该超过一个过程，我已经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想法，我想提出一些我们如何能合作的建议。我面前有一个，或者我们面前有一个挑战，即如何要扩大互联网的能力，互联网的潜力，以及扩大互联网的覆盖率。我们现在还遇到一些很多多样性的问题，我们要了解。19、20世纪的发展是基于这些物质的基础设施发展，但是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的数字时代中，我们需要不仅是一些物质的基础设施，我们需要软件，当然我们还需要宽带的网络连接，光线的连接，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措施，比如说在很多利益相关者已经提到不同的话题都连接起来，此外我们还想发展为了创造安全的软件以及基础设施以及数字的身份，为了能更有效地发展网络互联网的框架设计，保护隐私等等，这一切都可以在当今实现，已经在从未来也是在我们能力之中。我们在说保障人权，但是是否得到了我们真正的落实，
特别是在这个数据的综合性方面，这也是涉及到了人权。这不仅是空话，这是措施是存在的，也启程本也不是特别高的。我们在今天可以使用这些解决方案。现在很重要的是。 这些技术的成本可以降低13倍，甚至在有一些小国家，我们已经进行了整个国家的治理全数字化。现在比过去的时候，我们实行的时候的成本降低了很多。在我的国家，现在只有几个事情不能往上做，不能结婚。 也不能出售房地产，其他的事项都可以在网上实现。还要推行有关这个疫情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同时要更重联系保护隐私，以及。 口罩等等事项，还有很重要的因素是疫苗接种的安全性。我们都知道需要保证这个安全性，来避免在过去的时候我们见证到的一些灾难性事件。由于这个，我们有一些解决方案。我的国家以免费提供这些解决方案，我们免费提供软件。 是由世界上许多国家使用，这些东西并不是很贵，我们可以在这个领域上做埋下很大的进步。只要我们做出决定，我们有这个政治方面的意志来达到数字的空间。 如果采用一些安全的加密解决方案，可以达到。我们可以使用最先进的技术。我们也有，比如说像区块链这些技术为了保证这些数据的一体性。那从技术。 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还没有多少组成部分或者过程需要进行，基本上可以一下子都做到。联合国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可以实现。联合国也是一个空间，我们真的需要避免互联网的碎片化。 互联网不同国家、不同对互联网的理解的碎片化，会再进一步增加鸿沟。从冷战时期，世界已经经过了很大的转型，改变了几十亿人口的生活。没有互联网就不会达到这个现在的状态，我们需要保持。 这是我们联合国，特别是在这个卫生危机上一个需要做的事情。互联网技术在疫情期间中，允许我们保持联系，与减少对我们所有国家的不好影响，有隔离，有各种预防措施造成的影响。我们现在有。 非常重要的几点将要决定要向往什么样的方向走，但是我们要看我们的主要的价值人权和法治，在数字时代中的法治。另一方面需要改善信任以及互联网的安全，其中很多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技术解决方案实现，提高对互联网的信任。 互联网首先需要为人民服务，次，才是政府和企业。人权今天跟在上世纪45年的时候一样重要。互联网治理的新模式将会帮助我们保持开放的、非中心化的互联网。非常感谢。
Thomas Hendrik Ilves, Fei Chang Yao Yi, so woman and Ting Dao, Lai Zi Igor, Jingyan Feng Fu, the Guoja de Sheng Yin, Nama Shinzai, woman Yao Juan Dao, Zuin Yin Ching, the Tsan Yuja, Tash of Qing Yin, the Dai Biao Ren. 我想知道 你如何看待互联网的发展在未来五年中，比如说在2025年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非常感谢所有的发言者以及其他的参与者跟我们在一起。对我来说很重要是青年不是一个一体化的人群，他们 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地方，他们的背景不一样，也需要也不一样。我们说，从年轻人的未来，我们要说，这些年轻人使用互联网的目标，首先是商业、教育、就业、信息的来源，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有许多人需要使用互联网的空间，实现这些目标。 正如刚才的几位发言者，获得互联网连接的问题特别影响到年轻人，因为在非洲国家，跟发达国家的这个连接的状态不一样。我们要看年轻人在未来，怎么可以帮助他们进行我们像这样的论坛。我们也非常感激 IGF 论坛可以参与，我也是。 我也想表示，要集中在这个数字的技术，以及在整个非洲的与年轻人的合作。与 Marisha 我们其中的一个大使，还有青年的团队，非常高兴他们能参加联合国与许多政府和组织合作，贡献于。 这些决策的过程，有些青年的倡议，我们想进一步推广，特别是在 IGF 论坛上，我们还有青年的联盟，有关互联网治理的联盟，这个联盟也是发表了有关互联网监管的看法。 我们还提出需要改善互联网接入率的状态，在地区层次还有在国家层次，包括为了能对这些地区的社群创造意义。 互联网主要是为了青年发展的，我们想作为这个组织的一部分，我们想作为决策制定这一部分。我们不仅想参与，我们想跟其他的人群坐在一起，能发挥更好的作用。很重要的是，年轻人如何在他们的地区工作。 这让我们不同的人群在信息社会中与他们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保持联系合作，比如说涉及到技术的环境和商业模式，这对我们来我们做利益相关者非常重要。我们想看青年对青年人来说最重要的事项。 我们此外，我们还看到青年是如何看待加密、侵犯人权等这些因素。刚才已经说的非常重要。IGF 论坛要做一个安全的平台，有人们可以出现，得到人权的保护，能提到侵犯人权的问题。比如说在尼日利亚，这些青年怎么能组织一些团体？ 为了提高他们对人权的意识，青年组织就用这样的方式组织起来。还有最后，导师的问题，青年要做青年的导师们。在这个方面，我们也是提到了互联网的治理的问题。
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要做什么？今年要让更多的青年加入，说出大声音，说出他们的看法，告诉他们现在有什么样的机遇。 我非常感激我们有互联网这样的一个工具，我们想与世界各地的越南的青年保持联系，在这个空间中出现，这是一个共同的，不管是我们来自什么样的地方，最后。 青年的少数民族的青年也是发挥重要的作用，让不同的人群更亲密，也在提高教育的水平方面。我也想分享我们在肯尼亚的一些经验，特别是在我们互联网治理的学校范围内，我们作为青年想。 真正发挥重要的作用，在IGF论坛上，在我们空间，将来需要更多的年轻人，让这些年轻人有足够的地位。现在我想问，Vincent，Google，互联网辅导者，那你觉得？ 我们应该最集中在什么样的事情，为了发展我们的事情。非常感谢，首先我想祝贺 IGF， 因为这个从技术方面，我们还是觉得是比较大的成功，这个组织的非常好的，这个包括范尼在内，所以我觉得这个举办的非常好，谢谢。 我觉得，为了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必须要保证，网络是安全，但是同时，保证它是一个开放的地方，这是最大的挑战。这个当然取决于这个安全的定义。但是如果我自己是一个决策者。 我会集中在这些东西。第二个问题是分散化，这个经常提被提到了，这是非常大的威胁。如果那个就发生，就分散化，那这个信息的自由流动会受非常大的破坏，所以我们必须要避免这个分散化。第三件事是这个。 多利益有关方的对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产生一个好的政策。如果你在街上，你问人，你感觉网络什么东西，或者你有什么的期待，什么问题，那我觉得他们也会问的一样的。 我还觉得这个秘书长所说的内容也是非常对的。这个电子自主也是比较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概念是重要的，但是我觉得有可能会有什么政府，他们会使用这个不对的定义来加强这个网络的分散过程。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分散发生，那我们这个互联互通的成功不会那么大。最终，我觉得我们的目标就是达成广泛、安全、便宜、包容的网络接入，但是同时，我们必须要。 必须要保证人权和保持网络的开放状态，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再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之前谈这个非洲的。 网站速度的问题，那你觉得应该如何解决的？
最后他们在这个地区的平台，通过这个地区的平台，他们也参加这个网络。所以我觉得这几天的 IGF 上的对话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 很多地方的讨论会上，我们一起构成一个全球的活动，所以我们这个讨论会它是地区性的，也是全球性的，所以这就是想我们想达到的这个目标。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意识。 也就是我们的网络治理论坛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必须要进行这个对话。非常感谢 Goran， 现在有请 Mats Granlund，非常相似的问题，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来加强国际之间的合作，特别是有更大的经济困难的国家之间。 我们非常高兴能与大家会见。非常抱歉，Yana，当你我是代表移动通讯的企业代表，我们是主要是工作是通过互联网的治理保证这个连接的改善。 我们目前让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连接起来，还有三千多万亿的美元，就是我们在这里的资金，移动的连接，特别是在这个期间变成了很重要。为了能我们继续进行我们的经营，但是。 如果说到合作，那这里我们还一直在有很大的数字鸿沟。今年人口50%已经获得了与互联网的连接，剩下的50%还没有连接。有连接的很多人群是通过移动的设备来连接。 大部分40亿人口现在到现在还没有获得网络的连接，我觉得我们认为这是最大的未来挑战。怎么让刚才说的40亿人口帮助他们？那他们没有连接的原因是一个信号的缺陷。 人群在这个信号以外，生活的人群，他们就没有这个获得连接。还有7亿人口就是这个信号的一个缺陷。第二个方面是，互联网的使用方式，虽然他们可以获得连接，但是他们决定不要使用互联网。 这意味着我们的行业已经采取了很重要的行动，弥补鸿沟。我们用了大量的资金在最近期内，让更多的人口接触到互联网中，但是这还不是足够的。今天，由于这个，我在呼吁，在进一步弥补使用。 使用互联网的鸿沟，最后很重要的是来完成所做的行动。这个鸿沟是40亿人口，他们不使用互联网，虽然有这个连接的能力，但是还是不适用。其中的一个因素是没有技能，也是使用互联网的成本太高。 还有隐私安全，还有更重要的是，没有在当地本地最重要的信息。如果像这样的趋势继续下去，贫穷国家中大部分的人口，一直到2025年的时候，会仍然没有获得连接。对他们最基本的解决方案是保证移动的连接，在我们的行业中。
我们会投入一千多万的亿的美元在安装无极的设施。我们需要再次弥补使用互联网的鸿沟。我们不能解决用其他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也用其他的方式也达不到可持续的发展。 2020年进一步加强了技术发展与对人类所做的承诺之间的关系。非常感谢 Mats。 现在最后我们转到 Henriette。 IGF 能怎么再进一步弥补数字鸿沟？我现在还很难找到一些可以再补充的内容。那我从这样开始 ，IGF 论坛不应该低估问题的复杂性，以及。 达成共同意识的困难 ，IGF 互联网这个工具的保护方法不一样，有不同的看法、想法。互联网将在这个民主和人权保护能发挥的作用。互联网对一些专政政府做一个挑战。 现在有很多人群使用互联网，批评他们的政府，这让他们作为得到一些权利。所以在互联网上面，我们有很多冲突的看法。有关获得互联网的连接，我们知道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我们知道有互联网的移动互联网的覆盖率正在平衡化。在这个方面，小型企业会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还需要公共的投资，包括技能、能力以及教育。有很多地区的社群网络。 还没有足够的资金，缺少投资。我的意思只是要找这些解决方案。正如刚才 Ilves 总统已经说的，我们需要克服政治上的障碍，经常没有政治上的意志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加强合作，特别是在全球上的合作。 包括数字的社会中以内，也是在这个社会以外，我们还需要加强地区之间的合作和国家层次的合作。我不知道 Fabrizio 跟我们还是在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从基层做，不仅是也是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具体的事项，因为变化发生就在那儿出现。 一些交流，一些技能的发展也是在，都是在基层出现的。这是互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上的合作很非常重要，但是在地区上也是最后非常重要的因素。 地区的论坛也会在这里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要依靠的一个地方，要简单化，也要有很大的希望对未来的发展。非常感谢 Henriette， 我们地区的挑战非常重要，现在。 我们要听所有的发言者要做的承诺，请各位考虑要做以自己的名义或者所代表的所组织要做的承诺。那我从总统阁下开始，您要做的承诺是什么？
jeśli chodzi o naszą akademię, Zhili de Xueyuan, wo shi zhige jigou de jianshihui chengyuan. Uczeni z całego świata. Tego dzigo się świ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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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świat那种的资金还有其他的来源的资金，就是其他的国际组织，我们现在很多人参与电子化的一些培训，这样子他们能够学习那些最基本的。 的一些本领，就是我们不是说那些网络基本的能力，我们现在所说的就是安全电子身份的一些东西或者网络结构的一些问题或者诚信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所做的就是这方面的一些项目，我们也想保证人可以使用这些 open source 开放来源的那些软件，免费的软件。我之前已经，我们之前已经在30多个国家，完成我们这样的项目。 所以如果有什么人实在对这个电子化感兴趣，那这些政府可以找我们的支持。非常感谢，这是 Estonia 的总统，前总统。现在我相信 Valeria Jego 女士，青年的代表，那你的承诺是什么呢？ 非常感谢这个会，所以我想做的承诺，或者我以青年的名义做出的什么承诺，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试一下，在IGF决定过程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同时我觉得我们 必须要更多参与这些IGF的最重要的论坛。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我们应该跟同事、地区和跨国的合作。非常感谢 Valerie， 现在 Vincent， 我希望你还在，你的承诺可以是什么？我想说两个承诺，第一个是。 我觉得我会浪费更少的时间佩服这个问题，而且待更长时间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分享这个解决的有效的解决方案，但是也分享那些不好的解决方案。像方丽娜所说的，我觉得我们应该。 我们应该包括更多的青年人，因为他们年轻人，他们是太年轻的，所以他们还不知道你太年轻不能做这个。Yoramabi，你的承诺是什么呢？我希望我们继续我们对 IGF 的承诺，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交流的平台。第二件事，我。 我想加强，跟这个软件开发商的合作，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提，我们想承诺，我们想提供给更多的人的这些网络，所以这个也涉及到这个。 战略的一些东西，但是最终我想保证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语言使用网络。现在我想问第二个瑞典的人 Mats，
你的承诺是什么？那我现在想就是跟 Vin 进行对话，我觉得我们应该多听取青年的经验，还有跟他们学习，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是未来，这个我们知道，但是他们到现在他们还没有机会犯像我们所犯的那些错误，所以我希望那些我们行业的朋友，他们能够多听取青年的意见，所以我们多听取年轻人的意见。对 ，Max， 我觉得这个建议是非常对的。Andretta， 你已经做了一个承诺，但是你还可以说什么吗？我只能承诺 ，IGF 应该是跨过的一个东西，或者跨代。的一个东西，就是说跟年轻人在一起做的，在那个年轻代所做的，因为他们还有这个动力，或者他们有意向，他们还是想发展往我们已经不想发展的那个方向，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支持 IGF 的发展，但是同时现在我们有技术问题。那我只想说我们必须要包括这些之前没有参加过 IGF 工作的人参与我们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加强 IGF 社区的凝固。对，这个我们听到了，非常感谢。那我现在想为我们所有的这些发言者做这些发言，所以这里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那现在还有两个的承诺，第一个是 Simone Dovarunca， 他是瑞士的一个人。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所住的，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是非常不确定、非常大不确定的一个时候，而且在这个不确定的时期之内，电子的工具是非常重要的。像今天举办的这个会议都是网络的。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工作，不管是工作、教育还是医疗，我们都是在网络做的。但是同时我们也见过很多危险，比如说这些关于这个冠状病的一些假信息，或者其他这方面的暴力案件，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们基本的一些人权有构成非常大的危害。我觉得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保持或者获得网课的信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决定什么明确的治理规定。我们必须要保证网络是一个自由还有一个安全的空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在这个跨国的什么论坛进行这些决策过程，还有我们必须要想出规定，而且把这些过程落实起来。最近两个星期，这个 IGF 论坛让我们能够一起进行非常民主主义化的这个对话，所以这里有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的代表参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么成功。我们在这几个单位和这几个界之间，我们必须要加强合作，来规定这些治理网络的一些规定。而且秘书长所规定的这个路线图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加强这些立法的工作的。我们希望通过 IGF 也能够更好相处什么新的
规定，我们必须要加强专家和决策者之间的交流。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想出一个平台或者一个空间，专家让专家能够跟政府合作的。在这个框架之内，我们也必须要保证这个跨国的一些项目能够跟跨地区的项目发展。我们真的发的这个城市内已经有好几个单位，他们从事这个工作。真的发网络平台，它是以客观的方式提供各类咨询和资源。瑞士也想从事提高网络信任的工作。在这里，我们有Geneva 的负责人网络对话的一个组织。今年我们在这个 IGF 我们举办了环保一个专题讨论会，所以我非常相信电子化对环保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在此为了做出一个重要的投入，我们想推荐在 IGF 做什么试点的政策立法的一个项目。我们希望这个每年举办的 IGF 论坛之外，我们在定期也能够举办什么其他方面的或者其他这方面的活动。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举措， IGF 能够变成 IGF Plus， 就是更好的一个平台，这也是答应着秘书长的一个招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承诺 ，Brad Smith， 微软公司的总裁，我叫 Brad Smith。我是微软的总裁，我觉得这是一个时间呼吁我们进行快速的决定和行动，这个时间呼吁我们特别是在数字领域的人员，我们应该做得更多。我觉得我们应该利用技术使世界更连通，在各个世界各个地区。因此在我们微软公司，我们做出了具体的承诺，使用新的技术将减少成本与扩大互联网的覆盖率。这也是一个时间呼吁我们不仅是要考虑让每个人获得与互联网的连接，而且授予这些人群的技能，他们能更有效地使用互联网，在他们的生活中，在世界各地未来的工作要求我们掌握电子的技能。所以今年在微软公司，我们要做一个承诺，我们想达到2500万人能提供一些服务，将进一步改善电子技能。我们还要考虑到的是未来十年中还有将来的最重要的挑战是我们地球的需要，比如说气候和可持续发展。所以微软公司承诺将达到负数的碳足迹，我们想要排除所有的由微软公司排放的，从其创立以来所排放的碳污染。
我们的服务 想要贡献于所有的世界地方，让我们的用户也是在不断减少他们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创立一个全球的电脑，作为一个有关全球数据的库，世界上各地的社群可以使用这些数据测量并监管他们自己的生态多样化。这是比以前跟以前来比更重要的一些挑战，要求我们合作。这是IGF 论坛的用途所在。我们不仅是支持联合国的秘书长倡导的要提高 IGF 的重要性，我们公司也是主动我们的参与率，非常感谢。Brad Smith， 非常感谢你。微软公司总裁，现在我们看一下 IGF 论坛的未来。现在有请 Marek Zagórski 部长，给我们说几句有关明年要举办的 IGF 论坛。各位女士们、先生们、阁下，各位嘉宾。所有的事务界论坛的参与者，如果波兰的一个著名作家和未来学家 Stanisław Lem， 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他并不会觉得非常吃惊。看到我们在电脑面前进行交流，我提到他的名字是因为我们明年要庆祝他的诞生100周年。他主要是因为他的长篇小说《索拉里斯星》特别著名，最近也是许多科幻小说以及整个电脑的社会作为一个启发性的作家。他给许多游戏的开发商也是带来很多启发，比如说Sims 模拟人生的一个游戏。有了互联网，我们可以安全在网上见面。我们原来有计划在卡托维兹会见，就今年，但是由于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不能实现。但是这个困难的时期给我们很多新的经验。虽然这次不一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比过去的不好。在 Stanisław Lem 创作的时候，卡托维茨当时还是波兰最重要的煤矿业中心之一。但是从那时以来，已经经过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是一个非常具有活力的创新的中心，也是一个作为游戏行业的枢纽以及游戏爱好者的一个景点。这也是我们明年要举办 IGF 论坛的一个基础。我坚信明年的 IGF 论坛还是可以以典型的方式举行。明年各位有机会体验波兰南部地区的招客之道，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我们的主要口号还是团结的互联网，让 IGF 论坛作为一个有关开放的非碎片化的空间，每个用户都可以享受到他的隐私和自由。我们想吸引新的社群加入，所以我想主要是向年轻人说，希望你们明年会参与，你们的声音是在我们讨论中关键的，我们想听到你们的声音。各位女士们，各位先生们，我还想表示非常感谢联合国秘书处和联合国的萨德部门对组织本会议所做的工作，恭喜，非常感谢，非常成功的会议。我也是表示很高兴，我们将会继续非常开放的讨论对话。在这个困难时期 ，IGF 论坛是一个理想的平台，进行像这样的讨论，让我们共同合作，
将创造一些很好的解决方案，包括不同的相关者包容的IGF 论坛的精神是我们最有价值的资源。那现在我还想再补充一下，我还有Krzysztof Schubert，我的同事，他是波兰政府 IGF 论坛组织的代表人，我们整个团队组织明年的论坛，都期待着各位的建议，请随时提出。那明年在Katowice城市见。非常感谢Marek Zagórski先生，希望我们都能亲自在Katowice见。希望都是我们明年在这个困难时期中的一个表现。那作为一个结束，非常感谢 Jonathan， 很高兴再看到你。尊敬的阁下，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世界各地的朋友，我感觉的非常荣幸参与今天 IGF。这次会议有170国家的代表参与。这个我们的口号是在线在一起，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口号的一个落实。我很高兴我碰到了我旧和新的朋友。世界上目前我们都面临COVID-19 大流行的负面的影响。不同的国家有封锁或者要求老百姓留在家里。但是从这个危机，我们逐渐的走到一个新的状况，就是原创的教育、工作、医疗。COVID-19 的大流行，给我们证明电子技术是多么重要的，而且电子转型是多么重要的，而且也给我们确认了我们 IGF 的重要性。这些活泼的对话，就今天会议的活泼的对话，让我们深刻感觉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自己觉得这个 IGF 的结论，第一是我们不能把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线分来，而且我们必须要加强我们各国家的合作的，这个我们必须要看重环境、包容、信任，这个必须要考虑到每个行业、每个人群、每个代的利益。我们必须要采取多利益有关方的态度，而且我们必须要开发更为综合的一些政策的。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总结第十五届网络治理论坛。但是我们在这里也我们的这个资质也是2015年重新授予的。最近我们的秘书长的路线图，他提出了几个建议，我们如何能够发展 IGF。 第一个，我们必须要集中在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更好的选择主题，必须要集中在最重要的问题，而且这些对话的结果必须是一些关键的。去年我们开始落实这个建议，今年我们继续，未来今年我们也会继续的。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必须有一个持续性，就是每年的这个论坛之间必须会有一个持续性。所以去年我们所谈的题目必须是持续的。第二个是我们必须要
包括这个政治家、议会成员等等这些领导，我们必须要让他们参与我们的对话，这样子他们会听到我们在这里的对话，这样子他们也会有机会把这些意见包括在他们的立法的过程当中。所以我鼓励每个国家的议会成员参与，而且我也鼓励会议之间的合作，也是动态联盟成员之间的合作的。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努力让这个 IGF 的一些结论还有加强这个跨国的项目跟地区的项目的相互连接。我想在这里我想指出 IGF 的本身它是包容，它的素质就是包容。虽然我们的规模是越来越大，但是我觉得每一个政府会有利益让他的代表参与我们的 IGF。我鼓励国际的社会在这个 IGF 做出什么投资和贡献。人类必须要进行密切的合作，让我们能够共同达成我们的集团的目标。第四个，我们必须要有一些更为跨国的项目。IGF 最佳管理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我们已经有一些证据。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必须要让这些讨论会之间的这个连接能变成为更强。第五个，在我们必须要保持 IGF 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像我们的大流行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动力。我非常感谢，再次我非常感谢所有的支持人，还有尤其是感谢波兰政府为这里这个会议下了很多功夫。第六个，IGF 的意识性必须是更强的，所以我再次想感谢我们我们很多组织的支持，通过很多机构的支持，我们才有能力为全世界人口服务。而且 IGF 必须要想出更为整理的一个这个通讯政策，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未来能够一起工作，一起落实这个路线图和使用更强 IGF 的优势。女士们、先生们，这个 COVID 大流行的爆发，还有那么多人去世，让我们这个是非常大的悲剧。但是这样子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新的新常态的一些因素。这个 IGF 的论坛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事情是在这里第一次发生的，而且今年的论坛50%的参与者他们是第一次参与，所以我们
而且我们的所有的会议第一次在这些联合国电视台播放，我们有我们的秘书长参与，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机会，这个经济社会组织委员会的。 的负责人，他也在，他也参加了。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参加了很多跟青年的交往，这是非常好。在这里，我也想强调，我们这个多利益攸关方的态度是多么重要的。我们的咨询委员会就是这个 MAT 的委员会。 在面临 COVID 19的挑战背景下，他们努力的，他们工作的非常努力，而且非常成功。在今年这个月之前，我跟 Andrea 在一起，我们讨论如何举办这个 IGF， 如何，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决定这个必须要是在线上。 因为没有办法呢，是我觉得还是比较成功，所以我再次想感谢所有的东道国，明年的东道国波兰，埃塞俄比亚，还有这个俄罗斯、日本那些未来几年的东道国，所以我欢迎其他的国家考虑作为2026年的东道国。 女士们、先生们，由于我们成员国家的大参与，我们希望会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与。我们现在我们准备好了支持我们的利益攸关方，还有支持我们的成员。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时间是非常重要的时间。 所在的这个时间是非常重要的时间，所以我们都必须要面临非常多新的挑战，但是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成功，让我们可以怀着希望，发展往前。我希望2021年12月份我们可以亲自在线下见面。 所以我收到这儿，而且现在我请Jonathan做总结。非常感谢秘书长的支持，这我是非常大的荣幸，能参与，也非常高兴由您作为这个发表了闭幕的发言，在封锁期间中。 这是非常让我非常震撼，本届的论坛，论坛已再次闭幕，但是我想最后表示非常感谢，并且我们要等待明年在波兰举办的论坛。 我们生活在数字世界里。 我们大家都需要开放的和安全的世界。我们都想要得到信任。我们还想要和别人信任我们。 我们都蔑视被控制。我们想要自由。我们都是团结的。